引导众生按住正道啊！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个个都按住无量寿经，个个都按住阿弥陀佛，什么灾难都没有啊！你身体无论是什么毛病啊，得癌症得不治之病，自然就身体就好了，恢复正常了。这个是佛在《一教经》上说的。至心一处啊，无私不办。啊，我们前面读过的，意思跟《一教经》上完全相同。至心一处，我们要能止啊。啊，这个351页倒数第二行啊，止心一处。我们的心性散乱性啊，一天的胡思乱想啊，止心一处什么？我只在阿弥陀佛，我想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，这叫止心一处。我没有了，我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。无私不办，阿弥陀佛能办的你全能办。那么阿弥这一部无量寿经说什么呢？还不就说的自己吗？不是讲的别人啊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引导众生安住正道，建立大行。啊，大行就是大乘无量寿经，就是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这叫安住。啊，安是平安。平等安住啊。安就永远离开灾难了，离开危险了。